胸前哦，真的是整个大展肉。那我就是那种配合度很高的艺人。你说穿这个吗？这对我可能有点太多了。因为现在是真的是工作都排满了，然后当然我一直也是很希望可以办演出啦，对，然后希望跟大家可以有近距离的表演现场这样子，对，但是目前都是宣传的工作比较多，希望就是后面更多的时间有那种现场表演的机会了。哎，我会，他自己本身也是喜欢就是精品啊，比如说像迪奥的东西他也是很喜欢，可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知道我比较老实一点，我送的都是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，对，然后我在改进了。你说穿这个吗？这对我可能有点太多了。其实我比较喜欢暗的，像今天穿的东西就是素，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个画龙点睛、一个比较跳的东西，但是也这个太多了。这个对，做歌给女生吗？我这辈子没有做歌给女生，因为大家还是要挑礼物嘛，所以我觉得欢迎大家就是来迪奥，然后这边挑一些礼物，我觉得都很可爱，女生应该都蛮喜欢的那个点点的东西。胸前哦，真的是整个大展肉。我就是那种配合度很高的艺人，其实我觉得这一件如果女生穿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要很大方，对，就不要折来折去，就是我觉得其实是这件是又俏皮又性感的。这边的话，应该是要拍照，然后叫他送我吧，因为我觉得今天现场的时候。限定商品都是以红白为主嘛，然后还有很多的经典的波卡原点，我觉得都是有少女心的，或对爱情啊、恋爱很憧憬的女性看了会开心的，所以应该是拍几个照看看老公要不要送我。这样不会想失望吗？我也老了啦，就我觉得就是忙碌当中有心意就好了。